有认真的在做功课，做功就是最好的回报啊！当然当然啦，是的。丽颖有认真唱，有没有感动到大家？好听的话，掌声鼓励给他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们下次还有机会。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新年再来，新年再来。泡完了，可以可以，你要说一借我的手把它丢掉，可以的。我们什么都收的啊，麦克提啦，哎吧。你有发觉无？你有发觉无？啊，你放安尼细细细细真侪大波来跟你讲话，平常时都无波的，来跟你讲话。那你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热情的，没事吧？啊，感谢，所以我才特意特别的打扮自己。哎，我喜欢这一套。嗯，有有，姐姐，姐姐送给你要不要？啊，你送给我，我怕我穿掉。不会啦，这是有料的，就是不要低调。我去吹先啊，我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，谢谢。